看来是只有学问的熊，还戴着眼镜呢。哦，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没有事我就喜欢掰个玉米。就是一套一套。哎，我看你马甲是个妹子，你是妹子还？啊、对，是个妹子熊。啊，女的。为什么声音那么粗？女汉子。那女汉子今天准备给我们表演个才艺吗？还是脱口秀？还是咱们聊聊天？还是玩游戏啊？啊，随便，就是你先来，你来完我再来。那我唱首歌。你要把你最拿手的拿出来哦，不然的话在我面前站不起来哟。这么厉害吗？把最拿手的才艺拿出来，对，拿手的才艺是不是？我给你们，表演个啥呢？表演个瞬间移动吧，好不好？你直接按个闪现。对对对对对，闪现。我给你们表演个瞬间移动，好不好？啊，准备吗？准备好了啊！瞬间移动，动，嘿，嘿，嘿嘿。啊！你就是个孙悟空，你就差长得不像猪八戒。啊、你还给我回回回左右回两下子，瞬间我都要吓我。看着，如果你这么回两下子，你都可以成孙悟空，我告诉你，那我这个肯定就是如来神掌。你看着没？哎、啊，你永远也操，你也动不出我的如来神掌。你看着没？我这个熊掌，如来熊掌。厉害厉害的，嘿，瞬间移动厉害厉害。厉害厉害，我表演完了，该你了。该我了是吧？我跟你玩闪现。F 还是 D？ 把键盘给你抠下去，还闪现？你不要以为我不玩闪现，你看。哎呦我的，哎我的天！你这么来，哥哥，你配合一下子。你说我 Q 你？我 Q 你？你好好搞啊！你憋不憋笑？我是应该这样？哎呦，你应该在这边。你好搞。Q。我丢！哎，我躲！哎，我丢！哎，闪现！嚯！你好厉害！厉害厉害厉害！到我了！到我了！到你了！啊，到我了！你给我注意一下子，你给我配合一下子，好不好？哎，怎么配合？我对你发气功了啊！你没玩过那个拳皇？啊！玩过那个拳皇吗？玩过是吧？哦，那你得站起来，你坐在那里，我发个耳露跟你，岂不是被我打死了？没事，我会，我就直接，哇、哦，我都给，我就飞了。啊、哦，行行行，来来来 ，come on come on， 来开始。哎，等一下啊、哦哎，我等你别着急啊，我这里有个那个玩拳皇的音乐啊，你不要着急，慢慢来。哦，我应该在这面，这样对着。你干啥？你有事儿啊你啊？啊，削你啊！啥？你有没有进过那个游戏厅？是不是开始投币？来，帅哥站起来，准备配合一下来。我这样就行，来吧。阿鲁根，阿鲁根，他妈给我回来！阿鲁根，啊，你好好表演啊！我操你！你能不能好好表演呢、啊？维修，我扒回来了。收，等会儿这有点累，这个有点累。你不是应该挡一下吗？你我发个维修，你连挡都不挡。我都打飞了，我都打飞了，我的剑没抠下去了，闪避剑没抠下去。哎，我嫂子来了，我欢迎我嫂子。嫂子，我拿他拿这个帅哥来练一下气功。这个帅哥你躲得不你不够灵活，等下我多发两个气功，你都直接啊、哦、你。直接给我来就可以了、啊。对你刚才你就应该做这个格挡的手势，你刚才格挡都不格挡啊！来，开始来三十秒了，帅哥，你给我格挡，现在到我了，来吧。啊！嘿嘿嘿，阿洛根，破六根，阿洛根，破六根，没事，图啊！别的别。是啊是啊，能做到的。就一个我呗。啊，你怎么了？一下了。
啊，给你打卡了是吧？卡了，你给我打卡了。啊，你电脑你给我打卡了，打懵逼。给我电脑。电脑我打坏了。我要是给你打个全框，连你电脑都打不坏，我怎么去打你？我肯定是先打你电脑再打你嘛。你给我的痛处在哪？而且不止我卡了，你知道吗？实际上我可以用我的手机。我家的宝宝们全卡了。啊，哦，把你们家亲爱的都打卡了哦。我这儿都卡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帅哥，我下手有点狠了。你这太狠了，你这不只能赔我一个了，你这电脑都赔了吧？赔钱吧，你看着办吧。我就算来直接播，他妈的，我今天晚上连他妈馒头钱都没有做到，不小心就是电脑打坏了。赔钱吧，碰瓷了。我本来就是想打你一两下，打完我就跑。他妈的，你拿这个来搁上？你他妈如果前面是不是有辆宝马？你是不是把宝马车也出给他挡一下子，让我赔个几万？赔钱啊！我起码得赔到下个位置去。啊，你现在得倾家荡产了，肯定是的。啊，你看看你钱包还剩多少钱，你就来拿俩钱包来了。主播，我看出来了，你不是来直播的，你是来碰瓷的。你才看出来呀？你他妈碰瓷！行，你说多少钱？多少钱啊？我让我大哥去赔一下子。你就来两组一三四，差不多就行了。好，你先给我们，你先给我们表演一下子，还有80秒，就算是你的惩罚。那我就唱首歌吧，唱首歌吧。好的，好的，来吧。来80秒啊，来快的这个，这个快。